给个说法。我是一个网红，你杀我的话全世界都会知道，全世界都会记住。 OK， 我信你，我跟你走。但是我不是很信你。不是很信我？爸爸，我给个说法，如果我死了的话，那妖的一就是个杀手。对，没错。你是什么？是一个网红儿，如果死的话，掉地就是好。OK， 我全程跟你走，好吧？我全程跟你走。何团，我信你这波。OK， 我是一个网红，我是我的网红儿。他找到你了。好，兄弟们，这一把我是一个网红儿啊。然后我刚刚跟包包还有刁德一，我还有我还有珊珊，我刚刚遇到珊珊的时候，珊珊就嘎嘣就没了。我这一波我说实话我很 I don't know 他的尸体的话是看不见的，是被应该是被我踩到了，然后我本来刚刚还在跟珊珊讲话，然后突然就踩了他的尸体。我觉得这个凶手应该是出在我还有包包还有刁德一身上，但是我的身份直接明了，我是一个网红，如果我死大家全世界都会知道，全世界都会记得我，所以这一波我是比较怀疑包包和刁德一的，因为在我面前的话只有他们两个应该是趁我不注意把他杀了。对，没错。不，做工作发言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那个情况。秀才是鹈鹕，他当着我的面，也没有当着我的面吧，就在我的前面把这个王大谋给吃了。我尾随着王大谋跟秀才，然后秀才那边就他们俩说着话，秀才那边突然就有那种狂拍空格的声音，然后我过去看，秀才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钻进了隧道，王大谋已经消失了，所以秀才是鹈鹕，秀才是那个吃人的锅。那这么说，那的确跟说话的，那我肯定，那我投诉亚哥吧。这一波我线索我没有，因为我在做任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爆了。然后我过听你们发言，我在啊，可爱天花板发言。刚才我跟西恩小姐姐还有修可爱在一起啊，我们三个人互相追逐，没有任何身份什么的，反正没有在上现场啊。过。西恩小姐姐发言，我跟修可爱和可爱天花板是在一起的。按照这么推理的话，客团报的警。然后呢，秀才哥被人拆死了，那目前有嫌疑的就包包和刁马老师还有小温，必须要出一个包包。不 OK， 刁德一发言，另外一匹狼我不管，秀才被拆掉了，我上来跟科团出生在一个地方，我全程跟你走，我是认你网红的，对吧？那么包包加入进来之后，这一轮另外一匹狼我不管，我认定你科团的话，包包你这一轮必须出，你一定是那一匹狼，我不会听你说任何东西，好吧，我直接投给你包包，绝对没有错，请你用力反扑我，你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好吧，直接全票挂包包，没得说，另外一匹狼我先不管啊。过，先不要挂我，我不是那匹狼。秀才哥他应该是鹈鹕，把别人把他拆死的。他说他把王大谋吃了，那珊珊有没有可能是王大谋的情侣？他们俩双宿双飞了。我们脸上并没有出刀的情况，所以我认我们三个是好人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别的信息我就没有了，这一轮可以弃票一下。过。我就把四哥秀还有那个小郭。有两个玉额投我，两个玉额。你是不是狼？你是不是另外一匹狼？我马老师，在你问出我是不是狼的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是狼，因为我上马是目击了鹈鹕，我是狼，吃人现场。OK，哎、你觉得我是狼，我是那我直接一刀把你带走。我是往上走，然后踩到了那个不知道猪猪公主的尸体，然后前面马老师和谁来着，那个报警的挡住了。我这把全程其他地方我是没有看到人的，我是踩到了，然后看到了马老师追着谁来着。过，听马老师怎么说。刁德一发言，这把我一上来就在找你科团，我必须要坐实我好的身份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往这个饭堂那边走，我想要么路上找到你，要么直接去饭堂开饭，碰到了西恩，你当时
碰到我还有一个是天花板，好吧？所以这一轮在我的视角只剩下你最后一匹狼天花板了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这把投你，我是肯定投你的。投完你之后，如果游戏不结束，你科团和西恩抱团抱好就行，知道吧？你们两个抱团抱好就行，我只能提供这么多信息啊。如果从排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一定是票这个天花板的。如果游戏不结束，你科团和西恩报警，剩下来这个狼怎么打我无所谓，你看谁打我，你盯好，你们两个盯好就行啊，直接全票挂天花板过。OK， 秀可爱发言，秀可爱就是跟马老师票，我跟我可以保小文啊，小文我们俩是一起的，然后一直搁那聊天，然后就报了过。那如果说是修凯跟小温抱团，那我这一把其实我没有抱任何的团，而且我已经有点懵了，这五个人怎么死的来着？第一轮好像死了两个，然后包包是被投出去，然后又死了两个嘛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懵，我不知道这一轮死了几个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先跟师傅他们两个是一直在一起的，然后修凯跟小温在一起，那我在我这里我只能是听信你们的发言，我只能投天花板了，因为我这一轮我是一个人在右边那个有雾的地方，然后最后就是最后遇到了修凯，听到他声音没看到他人，然后他也是去了右边，我不知道这个尸体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，反正这一轮我应该是会随大流，因为我这一把只是一个网红压过了。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团，第一把的话是死了两个，然后包包是被投的，秀才哥是被拆死的，然后这一把是输了死了个猪猪，然后我跟修凯是抱团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马老师很奇怪，我比较怀疑马老师，但是要听一下可爱天花板怎么发言。完了，让我说话、OK 过，让我说话，我刚才走在那个后面的时候听到马老师说一刀把你带走，然后就死人了，投他，投马老师，投不了，投马老师准没错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他的发言虽然很正直，但是投不了。跟马老师被带跑偏，就是我师傅跟包包里面要出一击啦。是的，你被带跑了，马老师，直接游戏结束啊，马老师，直接游戏结束。他们还是情侣耶，不是情侣嘎了，可能有问。对，不是情侣嘎。对，是恋人。哦，赢了，太好了！哇哦！我没想到，那小温又跟修凯抱团了，我没办法去。对，我他包包没想到小温的我，因为你在旁边，我看到橙色的那个鹅了，我看到底了，我不敢动。秦恩还搁那说，我是恋人，恋人要抱团走，那句话了，我早不是恋人抱团走的，我以为团会投那个天花板，我就搁那等，你没投，我直接赶紧一刀把你带走。很喜欢马老师的这句话，一刀把你带走。兄弟们，好人一定要做任务啊，要不然赢不了。是，好人做任务能赢的，不就很容易被嘎吗？死了也能做任务啊。你能不能把任务调少一点？说实话，这地图真挺大的。好的，我看看啊。对，有点大。对，把任务做少一点。任务有点多。我感觉我是魂儿，我都要做半天。能调少吗？能调少吗？报告没有让我改任务的那个地方，那行哦，行吧 ，OK， 对，他应该是固定好的 ，OK， 开。